NBA 超级巨星库里的一天都是怎么过的，原来超级巨星的工作日也是如此朴实无华。说到勇士队的当家球星库里，想必各位球迷一定不会陌生。那么不知道各位球迷是否好奇，作为超级巨星的库里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？首先，库里早上起来会帮助妻子阿耶莎带娃，好让妻子有时间制作美味的早餐。随后库里收拾好行李，准备前往客场对阵山猫队的场馆。只见当时的库里还并不是联盟的超巨，因此他前往球馆还需要自己驱车前往夏洛特。中午11:52，库里抵达球馆和队友们开始训练。训练结束后，在场边还需要应对记者的采访。随后采访结束，勇士全队返回酒店，准备吃一下赛前餐。然后比赛开始前一个半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准备出发，再次前往球馆准备比赛。3:46，库里跟随球队大巴前往球馆。6:49，库里和队友在球员通道集合，准备接下来开始的比赛。最终那场比赛，库里砍下27分、7篮板、7助攻，帮助球队104-96惊险击败山猫。赛后，库里还需要接受采访，随后找到自己的老婆孩子，准备一起驱车回家，准备下一场主场的比赛。